一直一起在做同一件事情，一起写歌啊，然后出去什么的，多少会有一点感情在里面。我觉得他很，他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暧昧有什么麻烦？什么麻烦的事？对，麻烦是。我觉得说暧昧怎么会这么麻烦呢？这样。嗯。哦，这麻烦吗？就是。你这不是说安慰女生很麻烦？很麻烦啊。张同意这样的人，哎呀，就是他这个性格蛮可爱的。哎，什么？你说，你说，做感表。对啊，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我，我家脾气很好哎。我感觉如果是我，我很不爽。好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跟你之间的秘密，暧昧多了的关系。是多余的事情啊。对，这个 melody 是刚刚就想出来的。嗯。嗯，我很推荐2516这个和弦。那我先记下。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组有一种，哦，暧昧值目前是最高的感觉。是啊。嗯。想你舍不得，抱抱陌生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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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抱陌生，想你舍不得，哒哒哒哒哒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跟你之间的秘密，暧昧多了关系，是多余的事情。谢谢姐姐，谢谢谢谢辛苦了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。为什么要换位置？为什么要换位置？没关系，我习惯坐那边。好了，坐车习惯坐那边。你挂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没关系，你挺好。反正你太好了，一直一起在做同一件事情，一起写歌啊，然后出去什么的，多少会有一点感情在里面。我觉得他很，他是我会喜欢的类型。Thank you.